哎，我可能人家我以前同人家讲起过，有的人知道这个事儿。我说我不喜欢看电影，哎，为什么不喜欢看电影呢？因为我看完电影以后，看到这个结束了以后，人谁是谁我都没搞清楚，哎，分不清人谁是谁，我只能看哪种电影呢？能看的，人物只有一个人，我能看得懂。哎，只有从前到后只有一个人，我不用分辨人，只分辨情节的话，那我就看得懂。如果说电影当中这两个人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啊，这样的好气氛嘛，哎，这也许也能看得懂。如果一部电影当中三个人的话，那完了，我就看不懂了。为什么看不懂？因为肯定有两个是男的，或者两个是女的。然后这两个的时候，我脚一块了，人物啊，人物啊，谁是谁的时候，我就分不清了。所以我看电影的时候，从前看到那个结尾的时候，我都没搞明白谁是谁。如果真的要人家要叫我去看电影的话，除非那个人愿意告诉我电影当中看到了谁是谁啊，就把我要分清楚这人是谁啊。讲的这个故事，现在这个人说话了，那个人说话了，要告诉我啊，他们两个人气氛，我才能搞得明白情节，要专门有人旁白。那为什么，临拍的时候我不会告诉呢？我现在告诉个秘密是这样的啊，临拍当中我讲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把那个人头像放在那边，边上有个头像放在边上，然后再看那个情节，自动告诉我这是谁呢？那个头像放在那边了嘛。就那个，比如现在我们讲一个人的前世，他把今生的，一个头像放在那边，那我看他故事的时候一定能分得清嘛，或者很复杂的事情啊，就像刚才我临拍的时候，临拍到我那个小的堂妹的时候，他会把那个他的头像放在边上。然后呢，一切换到那个博士的时候，前两天来的时候，同他有关的情节的时候，马上插播进来的是他一个照片放在那边啊，就变成，假如说一个头像放在那边啊，假如说讲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一段经历啊，他会把他两个人的头像放在那边，或者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，会在屏幕上有他们头像出现。所以我就搞得清谁是谁嘛，或者讲一个人的故事，我知道另外一个人的故事，因为两个人放在一块了的。所以呢，我说那个，那天博士来的时候，我不是说他，我突然就发现他脸在变啊，脸在变的时候呢，我这现出现的是我的那个南京的姑妈，然后呢，我说深圳的一个人。再后来呢，我说还在变，我就没好意思再讲。一个没好意思再讲，另外一个呢，是我那个思想不集中了，确实思想不集中了。就是我看那个钟嘛，他因为要8点钟要离开的，我7:50我就要手机上叫车了。那是从7:30开始到8点之间，到7点半到7:50之间，我就一直在一会儿看一下钟，一会儿看的钟。他在说这个事的时候，他就对我说：“你是就是那个心不在焉的，就没得听他讲。他似乎要讲很重要的事情，当然，实际上讲的是也就一般般的事情啊。当然认为这句话是心不在焉，没集中思想，就是没得听他讲。实际上那个时候脸变窄了啊，是那个太明显。这个是我小的那个堂妹的脸型啊，我大的堂妹是圆脸。”小的那个堂妹呢是，长脸，后来不是说第二天我说那个，发了几张照片，后来是表妹了啊，那个大的表妹是长脸，小的表妹是圆脸，这个区分太清楚了，就完全这个不一样的了，长相啊，脸型也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后面看到是个窄的脸嘛，我也同他，说了一个，我说后来看到那个最后我说看到窄的脸，他也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我平时也注意到一个问题，早上的时候脸是，好像大；小的时候脸上小，
也就是到了那个他要临走的时候，那个脸是是窄的。但是我为了是叫车嘛，一个没多想，另外一个我没往堂面上面去想啊。所以呢，我刚才就讲到上个临牌当中，我说讲到那个我那小的堂面思想不集中，思想不集中，银子散然掉下来了，银子散然掉下来了啊。原来他那天说的话啊，说那我说说那思想不集中，心不在焉啊。然后这个时刻就出现了我堂妹的脸，实际上是应该是我堂妹的信息掉在她身上了，或者我堂妹的灵魂借她的在说话。哎呀，这种事情呢，啊，你怎么想嘛？然后再讲到了，人掉下去以后，非得救援，非得救援，他不可能拉到另外一个空间里边，直接拉嘛啊，只能就减缓一点或者什么。然后谁来救援呢？应该有下面的变形金刚。来救援哦，从这里面就知道了这个源头哦，变形金刚原来是为了救援从天庭上不小心掉下来的人，天庭上不小心掉下来的人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思想不集中，就像在银州上面或者在银上面，思想不集中的是把一不小心散了掉下来，因为天庭上的人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云呐、这个云是用意念形成的，意念形成，如果你思想不集中就掉下来了嘛，这个事发生概率很高。这个概率，这个概率简直是有点像那个，地球上的比要比那个地球上的空难的概率还要高啊，就几乎像车祸类似的啊，但是这个我这瞎类比的啊，类似就是发生的概率很高，发生的概率很高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生产一些那个变形金刚，就机器人嘛，生产一些变形金刚放到地球上来。用于救援，救援那个，从天庭上掉下来的人，现在搞明白了吧？是天庭上的人制作了一些变形金刚来救援，趁那些趁着银子不小心掉到地球上的人，来救援他们的啊。但是呢，这个猪猪好像烂尾掉了啊，因为那个这种机器人毕竟那个没有他们这种天庭上造的机器人，毕竟没有那个外星人造的这么好嘛。就是一般般嘛，达没有达到他们理想的功能，所以呢，后来这个烂尾掉了。最后这个就是投放到地球上以后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，那边也不再继续生产了，因为没有达到他们意想的功能。所以呢，最后那批变形金刚就掉到了那个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就没人管了啊、而且生产那个博士他的那个前世不是生产那个变形金刚的嘛。一个被变形金刚拽下来了啊！他没有做思想准备的时候，被变形金刚拽下来了。本来是让变形金刚来救援人们，哪知道把人反而拽下来的啊！也就是变形金刚，因为变形金刚自己的思想啊，你不满足我，我反过来做事情。你给我不给我吃东西，那我就掐你，掐你那个嘴巴，所以他磨牙了。我说那不是磨牙了，然后呢？然后本来是要把人救下来的啊，是把天庭上掉下来的人把他救援起来的啊。那变形金刚不高兴了嘛？不高兴的时候，反而把一个人拽下来，反来干啊！现在搞明白为什么，他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上了嘛？啊，变形金刚反来干，拽下来的啊！所以呢，有句话啊。你如果要造智能生物，你先叫他干事情的话，你搞得不好的话，起反作用啊，起反作用。然后这个博士就是这样被拽下来的啊，拽下来的时刻呢，因为刚才我说的一个嘛，拽下来的时刻，应该被那我刚才呢，我讲到我的堂妹，从云上掉下来的似的，非得看到了啊，非得也在这边活动嘛，非得看到了啊。现在这边呢，他被那个变形金刚拽下来的似的，也被飞碟看到了啊。本来这两个都是从飞碟没关系的事情，都飞碟没关系的事啊。但是呢，看到了啊，飞碟就看到了，飞碟看到有这么一个人被那个天上，从那个天庭上拽下来了啊，拽下来了啊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后来就是他到了国会议员那时的时候，
非得因为看到过那个人被拽下来了嘛，哎，拽下来了嘛，那么就知道他原来是在哪里来的，所以呢，后来在被关到牢里的时候呢，非得就把他拉上去，非得拉上救援一下啊，救援一下一个，然后准备，再把他放到天庭里面去啊，再放到天庭里面去啊，原来是这样的，不是叫天庭里面，就是说，他看到他天庭他掉下来啊，他掉下来了啊，这个是前世啊，在之前的前世，后来呢，他那个变成国会议员了啊，变成国会议员的时候呢，外星人还是认得出来了，他们知道啊，认得出来了啊，认得出来是他啊，那是他的嘛，他因为看到他从那边掉下来的嘛。哎，那就在关到牢里的时候，把他拎起来啊，拎起来，应该来说呢，可能会计划呢，再把他放回到天庭里边去。一般来说呢，外星人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啊。但正好救了这么一个，把他救援一下，不然的话没办法的，又不小心再掉下来，又关到牢里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外星人，你看到那个下面地球人折磨人的时候，看不下去了，就一雷一轰嘛，把两个。这么人的也轰死了，带走了啊。然后呢，他呢把他上去了以后呢，就像哎呀，既然认识也是缘分，那我给你培训培训吧。培训，将来你能够为天上做点事情的话，如果能够为天上做点事情的话，你有了这个功德的话，那么，未来我就把你带到其他宇宙去啊。那如今列现在出来了吧，在这里啊。但是呢。要关键培训好了，你要做了这个事情。就像我大学毕业了以后，学了这个专业，然后你在这个领域里面真的干了事情，那么就一步步晋升了，有点晋升了，可以啊。但是你学了这个专业之后没干这个专业呢，就不太可能晋升了，一样的道理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那么就相当于外星人看到这个啊，然后呢，给我培训的时候正好两个人。交叉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呢，这个人呢，在地球上呢，啊，现在就到了晋升了啊，到晋升以后呢，到了日本以后就受尽了磨难，受尽了，折磨啊，然后嫦娥看不下去了啊，嫦娥看不下去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来说，叫我来帮忙啊。叫我来帮忙，拉过来了，把他拉过来，用钩子拉过来了啊，叫我帮他当家人一样对待的时候呢，再安排点任务给他啊，安排点任务给他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叫外星人再把他带到更高层次，向他进阶啊，晋升啊，你虽然是博士了，是博士后了，你但是另外一套体系啊，你读得再高，外星人也不认这个的。你要认到那个，你要放拉到外星人这个体系里边啊，你让他干点那个外星人想做的事情，你给他点任务，让他做点，哪怕名义上的做点，我再做。当然，你要稍微要把安排点任务给他做，这表明啊，帮外星人做的事情了啊。另外一个呢，我本来同外星人就一直合作着做事情了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告诉外星人啊，他是我的家人，他是我的家人，也为外星人在做事情了。然后你给他晋升的时候，你给我，来世。啊，不是来世啊，也就是这一次完成以后啊，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变成灵魂态了嘛，灵魂态的时候直接就有飞碟就带到外星上去，而不是投胎，投胎指的是地球上啊，在这地球上没完没了，他也不生存在地球上，原来在天庭上直接拽下来的，也就是说下来也没有做好来地球的准备，直接被拽下来的啊，不像人家要来。我们外星人要来到地球的话，要做各式各样的准备，要做各式各样的训练。你们看我，去年、前年或者更早之前的临盘案例就知道，要做各式各样的培训啊。培训完了，然后再来。当然，现在找我的那些好几个人，要么就是来到地球的时候，拿个飞行器啊，直接滚到水里了啊，滚到水里在里面打转，呱呱呱呱。像篮球一样，这样打转的话，就是离心运动，甩到那个，甩出问题来了啊啊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呢，飞行器呢，其他星球的那个着地的时候呢，在水上呢突然变大，有个张子突然要打开那个变大的张子，就减气压力嘛，
然后转的时候，也就是大的时候转的那个转速变慢了嘛，因为体积变大了嘛。原来小嘛，小哇转得很快，但是有的人忘了，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功能，就没打开嘛，就速度很快的在转的时候，脑袋转坏了啊。后来做事就没有逻辑性了啊，有的人有各式各样的啊。然后前面临拍的时候是飞行器也掉到水里了啊，所以呢，我小时候，我前两天就说到嘛，我小时候，总是，像憋气的时候，我爸爸在边上看着，他说你怎么老是憋气啊？这是不由自主的。后来前两天我临拍的时候才知道，我来地球的时候飞行器也掉到水里了，相当于掉到水里闷气啊，类比的症状。告诉我们啊，有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现在连贯起来，你看就，就把自己的逻辑线，逻辑的那个一个环呢，慢闭拢了啊，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越来越清晰了啊，越来越清晰了，实际上我堂妹去了哪里呢？小的那个堂妹啊，她在天庭上就是比人间稍微好一点，那他们还是在那边要干一些事情的，不能。偷懒了啊，就像猪八戒到了那边以后，我们小描述的时候在猪八戒在天庭上比较特懒嘛，但天庭上你再懒也得干活啊，你看天庭上没有不干活的啊，当然你在凡俗的干活里面呢，就是摸上来的创造力啊，摸上来的创造力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到了成为那个外星人，到了更高的空间的话。那可以更大的创造力，也可以不干活，就是自由发挥，能力就更强啊，方方面面要比天庭上好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拉一把那个人的话，那么他就未来就成为外星人啊，成为外星人。如果不拉他的话，充其量啊最多最大的可能性，也就是说，回到他以前在天庭上的时候制造那个变形金刚的那个啊。在这个里边循环，或者呢更惨的还在地球上投胎啊，就这个啊，这个就讲得清清楚楚了啊，这样就讲得清清楚楚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的啊，因为那个类比啊，我为什么呢？那个就像看电影的时候，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先看那个一点点看到信息啊，获得了啊，然后看第二集的时候获得更多信息，第三集看到更多信息，但这里边假如说我看人家的电影，我就看不懂了啊。人间的电影我是看不懂，除非有人给我讲解，一个人的我看得懂，两个人的电影一男一女的我看得懂，然后呢那个如果三个人的我就搅混到了，看到最后的时候是三个人谁我都没分清楚，原来是那个临界档案上他会头像放在边上，谁讲话啊、讲的谁一个头像自然放在那边，所以不会对错人的了，除非我口误的时候会说错啊，但我眼睛看到脑袋里想的不会错啊，也是个不小心的。跳过去了一点，就像刚才一幕，我之前跳过去了，上一点我跳过去了一个，因为我想那个很多人都听过了，我讲了不知多少次的，那个人叫陆志清，他中了放射性污染物，他中了放射性污染物，这个我就跳过了，跳过了以后，直接就讲小堂妹了，就小堂妹的时候，那个主语没讲啊，可能有的人没听明白啊，是这样啊，那个叫陆志清的是我的硕爷爷，他中了那个放射性污染物。那么按辈分来说，是我小堂妹和大那个堂妹的，也称他为叔爷爷啊，是他中了放射性污染物了，然后，他中了放射性污染物去世了啊，他去世以后，在附到那个大的堂妹身上，然后大的堂妹因为主胸部中了放射性污染，他那地方也中了，也出问题了，就嘛乳腺癌就长了，在那个主胸部，另外原子弹爆炸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症状有白血病的症状。然后呢，又有那个免疫力低下的症状，有血小板少的症状，反正这个不同的症状掉在我们家族里边不同的人身上啊，原来就是那个叫陆志清的。然后他在临界招魂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应聘相当于他招向日本方向招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我就是，是直接是外星人，过来投胎过来的，那么我就能力就更强一点嘛。然后呢，我那个。大的那堂妹，她也被招了一个过来了，她的前世呢是原来就是中国这边的啊，跟着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，然后再出去的啊，这原来灵牌就发现了这一个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她是原来还是地球上的，然后在虽然也应聘了招应征了过来了，但是她
他就没办法解开这个人，这个谜啊。因为我是那个直接是外星投胎，在更高层次看机构的一下看，然后这个人里面就把这些解开了啊。所以呢，这里边，又补充了好多的细节和材料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